被告，可有话要说？我在一间酒楼当服务员，工作很辛苦的。所以，你才去当大耳朵的跑腿，是不是挣了钱比较容易赚？我。本席宣判，被告林美香，放贷和骚扰罪名成立。 放贷罪名坐牢9个月，再加罚款30,000元；骚扰罪名坐牢15个月，即日执行。 Cut。 我们跟你有仇啊！进，坐下。